下起手来，蓝天，有情是美丽。
朋友，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们的这些工作都没有意义，而且它没有办法发生，真的。然后在准备一生到底的歌单的时候，其实我常常在练团的时候，就像皮皮讲，我其实有时候会有点想哭，因为你看哦。我在第一 part 的时候，我唱 Let's Go 的时候，我想到我16岁的时候在教室里面写的这个歌词，心里讨厌老师的那个时候的我。我唱到新歌2号的时候，我想着我大学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回家，在台中的一个大排水，就排水沟边，然后想到这个歌词，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好，只要可以玩音乐，好像就是很快乐的事情，好像。就是这样而已，殊不知没有那么简单。后来唱到第2 part 的时候，我想到了以前住在永和，然后走是要走中正桥过桥到德沃上班那个日子。日子这首歌就是在中正桥上面写的，啊，福和桥上面写的。然后好 detail 啊，就是这样，所以。我一边唱，我一边会想起好多好多的事情，好像又重新把人生活了一遍。然后一直到台11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2015年写的，大家知道2014年就是学运嘛。然后有一首歌好像让大家都很认识我们了，好像大家以为我们是新人一样，不是，那时候已经10几年了。所以那时候有一段。很痛苦很痛苦的时间，带着很多的误解，带着很多很多的恶意，
在面对很困苦的生活，还包含了当时的经纪公司的财务危机，你怎么工作都领不到钱，然后就不能翻脸，然后好苦好苦，在二十几岁快三十岁的年纪，你不知道怎么消化这一切，然后就决定躲起来了，就决定买张机票躲到日本的石垣岛，躲了一个月，你不知道要怎么办，所以在那里写了《南国的风》，在里面得到答案，然后不知不觉，你知道吗？唱到后来，给女儿嫁关之心的时候，干，我还活得好好的。长途夜车的时候，我又想到，呼应日子，我刚来邓启，我已经搬回高雄定居了，我做到了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你知道那一切有多困难吗？但是那种感动是自己走过的人会知道，但是你知道心里面就像新歌六号的歌词一样，其实没有你们，我们真的走不到这边，真的。你知道2015年为什么要开公司吗？不是因为想当老板是因为欲走无路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唱了《岛屿天光》，在这个产业，没有人会碰没有中国市场的艺人。明年是火星音乐的10周年，我们会继续做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，例如今年底会继续办火球季，例如今年底我们会在对面跟一些很棒的台湾厂牌开一间全新的 Live House，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对不对？本来高雄没有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，但是在这个月初吧，我在中山南路上听到了这首歌的管乐版。它是一首我2008年写的歌，23岁，好年轻哦。可是那时候想的事情跟现在没什么两样，就是台湾很重要。喜欢台湾，你就勇敢的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护它，用自己的方式去告诉大家它有多重要。不用怕别人怎么玩你，不用怕别人怎么往你身上泼泥巴。我要谢谢临时聚集在中山南路的管乐老师，你们又提醒了我这个初衷。接下来我们会唱很多很多旧歌。晚安，台湾。第几年安静的安妮，马赛亚的无心事，枯萎的全都你也归避，心情连地干枯。